芯片是半导体行业一体化的重要体现。虽然我们国家在芯片领域还有一定差距，但在全球半导体行业仍然是强国。究其原因，从全球来看，真正掌握半导体产业的国家其实很少。亚洲基本是中日韩，其次是美国、德国等传统科技强国。大家只知道中国芯片产业落后，却不知道背后隐藏着什么。中国芯片产业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起步晚。虽然我们的发展速度很快，但还是很难赶上国外芯片的步伐。这个搅乱了整个国内芯片研发领域，导致中国芯停滞13年的一人骗子，是重大科技造假事件汉芯事件的始作俑者。他就是原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。1991年，陈进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，同年赴美深造。他先后在德克萨斯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，主要研究方向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计和测试。他曾在 IBM、 摩托罗拉和其他许多世界知名的电子公司工作。陈进一回国就被邀请参与国产芯片的研究。一是因为当时国内芯片人才紧缺，加上陈进在美国摩托罗拉的经历，他一回国就受到高度重视。殊不知最终却犯下如此大错，国家被世人耻笑。2003年，在陈进团队的努力下，中国研制出了第一个顶级芯片汉芯一号。虽然很小，但是集成了250万个运行附件，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秒两亿次。这样的芯片在国际上也算是顶尖水平了，在国内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。芯片公布后，立即在中国引起轰动，全球媒体争相报道。芯片的开发者陈进也随着汉芯一号进步神速，风光无限，被各界人士看好。汉芯一号的成功不仅在中国引起轰动，美国媒体也发表了相关报道，称中国的芯片技术有望超越其他强国，这是芯片行业的重大突破。之后有人指出汉芯一号是摩托罗拉的芯片，陈进根本没有开发新的芯片，陈进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骗取国家的研发资金。后来经有关方面证实，陈进的造假是毋庸置疑的。他所谓的自主研发的汉芯一号芯片，其实是他花钱买的摩托罗拉芯片，简单包装后就成了他自己的发明。陈进事件爆发后，一时间陈进也从振兴中国芯片技术的英雄变成了人人唾弃的罪人。他的研究经费被要求收回，他的所有职位被剥夺。由于陈进多年的欺骗，中国在芯片领域的研发工作与世界相比停滞了13年，罪行不可饶恕。这样的坏人将来要接受人民和国家的审判。